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。贺子赶来见到萧子平，闻讯惊喜，他要萧子平设法干掉王莹等人，不能让他们引来援兵。沈英杰从泥石下扒出了戴穗昌，戴穗昌劫后余生，很感激他，主动讲出李士群被日本人毒杀的内幕，但对汪伪高层与国民党顽固派勾结的重大阴谋仍然不肯交代。王莹等人抄小路赶回湖山镇报信，萧子平暗施诡计，使一个随行战士坠崖身亡。沈英杰逃出矿洞，被山本和东条恒二等人合围，沈英杰想方设法摆脱，却被神枪手东条死死盯住在狙击枪口下不敢动弹。他好容易逮这个机会击杀对手，最后的一颗子弹却哑火了。为皇军效力。嗨，四谷国三你不能来。嗨，特委员，歇会儿。特委员，矿场那边好像没动静了，鬼子好像撤了。什么？撤了？撤了？啊！这鬼子什么意思？他们怎么撤了呀？你刚才说在矿洞里跟杨新平见到鬼了？对呀，怒呜乱叫，太吓人了。我估计肯定是戴穗昌化了妆。走，快去看看。哎，不是，还去呀？啊，嗨，鬼子走了，怕个毛啊！这，走，拉我一把。大力公民队，上车！嗨。这个草来了，李世宁来了，小鬼子又来了，小鬼子，小鬼子怎么又回来了？肯定杀的回马枪，冲咱们来的。走，跟我走。这个草，这回你千万不能把阿拉靠在那个矿洞里了。要把他这个密室主人就死给你看了！你个臭汉奸，死就死呗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嘿，你小子干什么？扣上以后，你就不会再把阿拉一个人留下来了。哎呀，我就不懂了，就你这样还能当秘书主任？快走！锁个钥匙。死鸽子，还是奴厉害。要是听阿拉的，咱们现在就死翘翘了。哎呦，少拍我马屁！你把手铐钥匙藏起来了，是不是还想逃跑啊？叫出来！阿拉不能叫啊！阿拉怕奴又把阿拉锁在矿洞里。臭汉奸！赶紧走，要不然鬼子很快就会反应过来。我们躲哪里去啊？还回矿场啊？还要躲到他们眼皮底下啊？还回矿洞？这不找死啊？走了。特派员，鬼子会不会假装撤退，悄悄埋伏起来，等咱们钻圈套啊？蠢货，日本人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啊？就算他们知道，也是对付沈英杰和戴穗昌，我们正好趁火打劫。你还趁火打劫呀？哎，你们听好了啊，如果今天找到戴穗昌，不管死的活的，每人官升二级，赏大洋100块。是，什么表情，嫌少啊？真是的，走。
忘了，咱们现在是一根藤上的苦瓜，掰不开了。侬放心，阿拉绝对会配合你，保证不掉一只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走。这一边呀、啊，好走，好走。这边，哎呦喂！哦，弄轻点。你个傻蛋！快跑！你想打死我呀你？阿拉也不是故意的呀。侬想想，阿拉要是把侬打死了，阿拉不死定了吗？你少废话，赶紧把手铐钥匙拿出来。侬要干嘛？把手铐打开啊！再铐他一起，老子非被你害死。阿拉要把手铐打开，你逃跑了怎么办？你怕我跑，我还怕你跑了呢。快点！那你要保证不逃跑，阿拉就把手铐打开。快快快，把钥匙拿来！你快点啊！好，哎，听听听听听听听。怎么了？钥匙不见了，啊，走不动。哎，这走不动啊！钥匙去哪儿了？肯定是逃动上掉了呀。这样，阿拉去找，阿拉去找。你去找，你去找什么找？找死去你！成事不足快走！站住！どうした？しまった。深夜間また同じこと。近くに隠れてる。早く、早く戻れ。特派员，响枪了。慌什么？不是，鬼子，好像没车啊。咱们过去看看，离鬼子远点，枪子打不着，说不定还能捡个便宜。不是还想捡便宜？做梦吧！
你这没用的东西，把你自己卡下去死啊！现在这么多资产完了，阿拉现在是个宝贝啊！你小废话，命都快没了，还管什么当啊？快走！哎，这边，快！哎，等会儿我，走，这什么破地方？ 你干什么？我早点知道好不好？命都快没了，还吃什么吃啊？哎呦，我看你根本就不应该交代随昌，应该交朱随昌。哎呀，过来！啥？弄个什么？哎呀，能轻一点好不好？ 能给我这个爷爷搞搞好不好？瞧开一个是一个，太自私了！快躲开！
在这儿啊！啊啊！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戴遂昌也一定在这儿。特派员真是太有才了，这么难的问题都能猜出来。哎，咱别靠近啊，多远点围观。哎，趁火打劫，也不能引火烧身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什么狗屁剑术八节，那老的就是镰刀九节啊！哎呦，三哥子，你简直是大英雄啊！一把镰刀就把小鬼子干掉了，了不得，了不得！哎呦，你别拍马屁了，赶紧走啊！走。咱们死定了，怎么办？我想想办法呀！我有什么办法？跟鬼子拼了！能拼了，打他怎么办？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走啊！站住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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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走。特派员，我中枪了。你小子真倒霉，躺着也中枪啊。特派员，鬼子追来了，快跑啊。老大哥，白娃不能走的。给杜亚斯拉的走音不带的。亚斯拉苦鲁斯，我给你苦鲁斯。嗨，死个杂，你怎么了？你又要撒尿？阿拉跑不动了，跑不动在这儿等死啊！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阿拉真在了。不行，你不能死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死个杂，侬赶快逃吧，阿拉不能再拖累你的。感谢你这么长时间保护阿拉这么久，侬走吧。戴随昌，你没事吧？还可以，没事，没事就好。哎呀，我拜托你了，那个臭汉奸还真会找地方啊！你就藏在这儿，这应该是山民捕猎时候用过的陷阱，千万别出声啊！好，阿拉明白。好，这个留给你啊，万一暴露了，就跟小鬼子拼一下，拼死一个算一个。好，斯科特，阿拉看在你拼鬼子的精气神，阿拉好愧疚。侬放心，阿拉知道该怎么做。知道就好，虽然你做了汉奸，但我希望你不要背着汉奸的马名去见老祖宗。好，斯科特，阿拉知道该怎么做，侬放心吧。侬怎么办？咱不能让鬼子跟撵兔子似的追着跑，没有你的拖累，我可以放开手脚一个一个干掉他们。好，一定要小心啊。知道了，把眼睛闭上。好，子弹，高！由于内奸的出卖，沈英杰和鬼子再次发生了激斗。正匆匆赶回湖山镇报信的王宁等人也察觉了情况有变。啊，王姐姐，矿山那边又响枪了。我也担心，是不是鬼子又杀回马枪了？那怎么办？要不咱们也杀回马枪，回矿场支援我爸爸。哎，不行不行，那边太危险了，咱们几个去支援反倒添乱，还把自己赔进去了。对，我们还是赶紧回湖山镇找李参谋，找部队过来增援吧。此时内奸萧子平也追来了，他本想狙杀王颖等人，阻止他们求援，却感到没有把握斩尽杀绝。走，王颖，王颖，老萧，等等我。老萧，你不是支援沈科长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情况有变，鬼子又赶回矿场了。那你见到沈科长了吗？没有，鬼子气势汹汹的，我一个人单枪匹马不敢进绝望洞啊。糟糕，这下沈科长和戴随昌肯定有危险，所以赶回来找你们，你们跟我一起回矿场增援沈科长。萧叔叔说的对，人多力量大，咱们快去增援吧。不行，咱们赶过去也起不了多大作用，根本抵不住鬼子的力量，咱们只有赶回去报告李参谋，要部队过来。王莹，你胆子也太小了吧。我作为代理科长，我命令你跟我赶回矿场。老萧，这不是胆小，你想想，这帮鬼子装备精良，战斗力那么强，我们呢，就你和他能打一打，这力量悬殊也太大了，咱们不能眼睁睁的做傻事儿啊。对啊，咱们还是赶快回去搬救兵吧。是啊，萧股长，只有咱们的部队赶过来才能消灭这帮鬼子。我不同意，你们都是胆小鬼，你们怕鬼子，我可不怕。萧叔叔，我跟你去救我爸爸。哎，小敏啊，别瞎胡闹，这不是闹着玩的。谁闹着玩了？明明是你偏心王姐姐，
这哪跟哪儿啊？哎，别闹了，王莹，如果你不听我的命令，你要负全责的。如果李参谋认为我是错的，要处分我，我绝无怨言。时间紧急，咱们赶紧走。萧子平本想借顾伟兹之手消灭王莹等人，却没有得手，他只好另打主意，在途中寻机暗算他们。不是你趁火打劫找戴遂昌，我能受伤吗？你还敢顶嘴？你反了你！特派员，别指望着捡便宜了，咱赶紧回湖山吧。哎，好。是啊，咱也别找戴遂昌了，逃命要紧呐。好，先回湖山。鬼子来了！哎，快跑！特派员，特派员。子昌，特派员，赶紧说话！喂，猴子！沈英杰再次把追赶的鬼子引到了他预先设伏的山沟。只要鬼子进入圈套，他就有把握消灭他们。眼看鬼子就要入瓮了，却节外生枝。范建等人被鬼子追杀，处境岌岌可危，而沈英杰以为是来接应他的自己人，绝不能见死不救。
往东。进洞就被堵住了，那不是让人瓮中捉鳖了吗？不进矿洞就死了，走。哎，认得喽，贼应过了噻！嘿，你靠！嘘，怎么把机枪藏起来了？哎，我说。你怎么把枪藏起来了？没子弹了。我跟你讲啊，这机枪可是宝贝啊，咱们一个连呐，才那么几挺，不能轻易毁了。没子弹了呀？啊，那咱怎么打鬼子呀？所以啊，咱们只能先撤到矿洞里来。我跟你说，这里面的坑道跟迷宫似的，鬼子要想找到咱们，得费老大的劲儿啊。可是再怎么周旋，咱出不去，到最后不还让小鬼子给灭了吗？放心吧，我已经让王莹和杨兴平赶回湖山去搬救兵了。杨兴平，杨兴平，啊！哎，对了，你们是哪个部分呢？啊，我们，我们是游击队，游击队，什么游击队啊？打鬼子的游击队啊！哎，对对对对对。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啊，听见枪声，我们过来看看。啊，哦，你们不是过来接应我的？我还以为你们是李参谋派来的呢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不是不是不是。不，干什么呢？你们这是？嘀嘀咕咕什么呀？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没事。你没受伤吧？啊？沈科长，哦，老子豁出命去打了半天，救的是你啊！多谢科长救命之恩，多谢救命之恩。行了，不用谢了，都是中国人，谢什么谢？哎，是是是。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我们随便过来看看，随便看看，看看，随便看看啊！老子警告你啊，不要打戴遂昌的主意哦。你放心。哎，沈科长，我们今天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呀，要是不好好合作一把，又被天意呀！啊，什么意思？这样，你把戴遂昌交给我们，我包你升官发财，当个有钱人。老子拜托你啊！啊，你要是再胡说八道，不等小鬼子追来，老子就先一枪崩了你，你信不信啊？哎，现在是国共合作，一起抗日。我们不要窝里兜，要枪口一致对外。你们要真是对外就好喽，老子不跟你计较这些，我还有任务。你们啊，自己想办法，脱身吧。哎，嗯，你不能扔了咱们在这儿啊，咱们怎么出去啊？嗯，那边啊有条坑道，绕过去有一片垮塌的坑洞，能通到后山去。哎哎哎，不是不是，哎，不是。特别，咱怎么办呢？自己找出路，走。此时，王莹等人正赶回湖山报信，他们没有想到身边的内奸萧子平正心怀鬼胎，寻机暗算。你们，我来搀着你吧，没问题。
王干事，翻过这个山头，咱们就可以看见镇口了。大家加把劲儿啊！沈科长正在等咱们的援兵呢。啊，走，走。老肖，怎么了？我肚子疼。怎么回事啊？突然就肚子疼了，我去一下啊。你快点啊，时间不等人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等等我，我马上就回来，马上就回来。光就要掉下去了，杨新平，你去催一催吧。人家拉屎这种事儿，我怎么好意思去催呢？那我们也不能傻等着呀。现在沈科长和戴遂昌那么危险，天黑之前要是援兵不到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那也不好啊，我去催。哦，那我也去呗。肖股长，这天色不早了，王干事说让您快点儿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马上，马上，哎，马上就好了。哎呀，这拉了可就舒服多了。肖股长，那大伙还等着呢，我们就先过去啊，您快点儿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坐。哎，小秋，啊，帮我拿下枪袋。哦。要不是我肚子疼，小秋就不会掉下去了吧？哎呀，肖股长，这不怪你，我亲眼看见小秋自己踩碎了脚掉下去的。都别说了，现在时间紧迫，咱们回来再找小秋吧。走，走。Thank you.
咱们是不是走岔道了？这好像来过。那姓沈的说，垮塌的矿洞通后山，在哪儿呢？你带的路，我哪知道？你是个菜鸽子，只找着不认路啊！狗屁！我刚才走的挺好的，都是你，往左转，往左转，把我给转晕了。不是，咋还怪我了呢？不怪你，怪谁啊？你平时不是教育我们说，遇见搞不定的事儿就往左想，越往左想越好吗？准不会犯错误呀。你扯什么蛋啊？我说的那个往左，跟这个往左是一回事吧？反正现在迷路了，出不去了，你说咋办？我这还中一枪呢。我怎么知道咋办呢？其实啊，咱们刚才真不应该跟那个姓沈的分开，咱们死活呀，都得赖着他。四黑，啊，快走！啊！Thank you.
同情跟他去，要是欧顿的，我们就要移走一点，活动不给我控制。嗯，明走。知道，逃哪儿算哪儿。枪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就你们下来。戴四昌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救救我们！你快告诉他吧，特派员。我投降，我投降。那你告诉我，他藏在哪里？我不说，我说他在树洞里，在树洞里。哪个树洞？在森林里，森林的树洞。阿克，森林那么多树洞，你信得我吗？我没有戏弄，我没有戏弄你，真的在树洞里，在树洞里。赶紧去死吧！我带你们去，我带你们去。啊！너더군클로스백핸노다こんなネズミごっこ。ゆっくり遊んでやる。我是在天堂了吗？怎么没有天使来迎接老子？特派员，这是地狱吧？我听说阎王殿的牛头马面都收红包，你带钱了吗？带钱？我带个屁！哎，我没死啊！没死！我没死！特派员，菩萨保佑！那真没死啊！嘘，嘘！哎，特派员，那是条路。好啊。天无绝人之路，咱们走。哎呦，哎！哎呦！노덕군호라아침치카로야스라니키다来，注意慢点。
沈英且清楚，眼下东条恒二这个狙击手是最大的威胁，要想和这帮鬼子周旋血拼，必须先除掉他。绝杀瞬间，沈英杰的枪竟哑火了。东条恒二立刻锁定了对手的位置，但他并不知道对手已经没有子弹，也不敢贸然出枪。而沈英杰有苦说不出，只能和他僵持。出来了，这么远，没想到那个水潭，竟然透着地下河，把咱们给冲出来了。这就叫吉人自有天相。你小子跟我干，算你有福分。总算是死里逃生了。那帮鬼子想把他们活活烧死。咱们先别说这个，缓口气儿，咱们呢赶紧走啊。对，咱们赶紧回湖山去，这太危险了。这儿对，不对啊，咱们暂时还不能回去啊。啥？这好容易捡来条命，你还想捡便宜啊？别说，咱们这回啊，还真能捡个大便宜。唐宝元，唐宝元，戴遂昌，唐宝元，赶紧走啊！咱们捡到了戴遂昌这个大便宜。他在哪儿？你跟我走，就知道了。沈英杰和东条恒二僵持着，谁也不敢先暴露自己。天色渐晚，其他鬼子随时可能赶来，而沈英杰枪里没子弹，处在了进退两难的绝境中，必须立刻想办法脱险。
将軍はあいつを追いつけたのか。行くぞ、俺ら行ってみよう。看清楚，这是你的狙击步枪，这支枪杀害了多少中国军人啊！我今天让你自食其果，血债血还。狙击队的，东京军的狙击队的，亚子给捕まえた，行こう。はい。咱们呢？你们我都上，没得。阿兹瓦克高当的，都亏得那阿兹，多久个？他给看到那珠子，嗯，走。野田君、これからどうする？大隊長を探し続け。絶対預ける。野田組がこんな人数引かない。どう探す？たとえ俺一人でも任務を完成する。野田君、嫌な予感がする。任務が失敗するかも。先に総長に戻って方法を考えよう。この野田組が、あいつらも預けないのか？相手を舐めつけた。他はとにかくあの神社だけは一番厄介な敵でした。ゼロ子さん、悲観すぎるだ。俺は負けず嫌い。みんなよ、俺についてこい。はい、行くぞ。はい。快点呀！啊！哦，来了。此时，赶回湖山镇求援的王莹等人正加速跋涉。萧子平明白，一旦他们见到李参谋，就前功尽弃了，必须赶紧想办法干掉他们。香烟呢？
此同时，魏大娘受沈英杰委托，终于赶到了苏城找老赵，以查清令箭。大娘，买烟呢？哦，你有老刀牌香烟吗？你说的是老刀牌香烟？没有，我这有外国的小刀牌香烟。我家当家的不抽外烟，我只买老刀牌，不买外国烟的。我一个朋友哪里有，我带您去找他。行行。哎，老赵，家里来人了。魏大娘。老赵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啊，快坐坐坐。哎，家里出什么大事了？怎么会让你来苏城啊？家里真出大事了，沈英杰让我赶过来的，一定要我保密，对任何人都不让说。啊，大娘，你慢慢说。老周啊，倒一杯热茶给大娘。好。西班牙将军的宮殿。有备。行動が始まりそう。将軍の意味は大水ちゃん殺したが。どうだ組長、終わるか。まだです。つまりまだ大水ちゃんを殺してない。そう理解していい。野田組は精鋭の特殊部隊だ。装備良くて経験もある。そして共産党内部に隠れた反省も協力してあげた。でも今まであの大水ちゃんを殺せないのか。本当にかかりきたわ。中佐、すぐ野田軍に連絡します。行け。はい。原来关书记被内奸给害死了，怪不得我一直得不到他的指示的。听沈英杰讲，你和关书记一直单线联系，内奸杀害了关书记和机要员小文以后就失去了联系。沈科长估计你已经查到了内奸，内奸害怕暴露身份，这才狗急跳墙下了毒手。我确实发现了内奸，而且我给关书记发去了密报。我还以为你们已经把内奸给解决掉了呢。那内奸究竟是谁啊？他就是湖山保卫科的股长肖子平。啊，是他啊，那可糟了。怎么了？新来的李参谋他不了解情况，他怀疑沈英杰是内奸呢，还让肖子平到处去抓沈英杰呢。哎呀，乱套了乱套了，这坏人都开始抓好人了。老赵，那沈英杰可太危险了，怎么办呢？老周啊，让我们的电台明码呼叫胡山，李参谋肯定会向上级请示报告，他们应该找到了新的报务员。这两天鬼子正加紧追踪咱们的秘密电台，现在明码呼叫，这太危险了。十万火急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就是牺牲我们也要保证胡山的安全。行。中佐閣下、共産党の秘密発信機を発見しました。どこにあるんだ？東軍事廟あたり。よし、すぐに追撃しろ。はい。司令部，李参谋等着回电呢。是。这电台怎么关着呢？那是县委的电台，小文牺牲后无人使用，就暂时关闭了。马上打开它，万一有紧急情况，那就误事了。是，我放完电报就打开。方向32度，注意点喽。
还没有人应答。老赵，鬼子来了，到哪儿了？已过了关帝庙，前面车上有天线，后面跟了一车宪兵。大家不要慌张，鬼子找上我们，还得一会儿时间。小翔，你继续呼叫。老赵，你赶紧带同志们收拾东西，先转移。那你们呢？我和小翔留在这儿，万不得已再走。哎呀，老赵，太危险了，快执行命令。 已经到了。哎，明晚呼叫。 老赵，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 就差那么一点点儿，我要立刻赶到湖山，不把萧子平这个问题尽快解决掉，沈英杰就太危险了。啊，你放心去吧，这里我负责安排。老赵，我也跟你一块儿回去。哎，那怎么能行啊，费大娘，你都累了一天了，走不动了。小敏被鬼子抓去了，我在这儿也不能安心呐。老赵，到，能不能想办法搞辆车？ 这会儿到哪儿弄车去啊？马超也行。行，我试试。老肖，快点，咱们就要下山了。哎，好嘞。求援的王宁等人离湖山镇越来越近了。 萧子平也越来越着急，他必须赶快下手，但又担心斩草不除根，暴露了自己。李参谋，赵连长，萧子平回来了没有？还没有。他怎么还没回来？凤头岭那边究竟是什么情况？真是急死人了！萧子平到现在还没回来，凤头岭那边肯定有情况。咱们这样。 召集一排，抄小子前去接应。不，还是我带人去。庐山的防护你比我清楚，这个时候你要严防鬼子借机偷袭。行，立刻召集一排，跟李参谋出发。是。
上，快！屠龙并不知道凤头岭矿场发生的事情，但以他丰富的江湖经验判断，戴遂昌还活着，因此他依然按部就班地准备着自己的计划。就这样，锤锤锤锤锤，你去准备晚饭吧。哎，胡老大，你还果真是宝刀未老啊！这才刚做了一个枪管，你就来催命，着什么急嘛？什么时候可以验枪啊？我再熬个通宵，最快也得明天吧。行，子弹要你的绝活，浸过水银的，最好啊是一枪就毙命。恐怕这得加钱吧。钱没有问题，我还要这些东西，你能帮我备齐吗？哎，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？这个你别管，按清单做就行了。啊，不是，这上面有很多东西很难弄的。胡老大，少给我卖关子，我还不知道你的本事。这些钱绰绰有余了，剩下的全归你。这还差不多，我尽力啊。抓紧干活，别误了我的买卖。这个老妖婆，他究竟想干什么？